我先讲一个，有两个翁仔某去相骂安尼，啊，只因某对人念念的，因翁准留去咧楼顶，啊，只因某直直甲叫，讲时间到来食饭，啊叫都叫袂来，一急气，现在即个因太太总叫因一个查某囝误会，你去咧叫恁爸爸来食饭，啊只因即查囝总去咧顶悬。我爸爸、爸爸妈妈叫你来吃饭，我讲我不爱吃，你妈妈拢要讲话，拢要气我。伊讲妈妈讲话，甲你讲话是爱你好安尼。啊，先那伊开始讲啊，因为伊这个祖囡啊，有那真调皮捣蛋，因妈妈那干咩，伊就翘嘴安尼。伊在那讲，伊即嘛这个妈妈就讲讲，我家里是爱你好。而且因这个查囡准饿起来，准去甲因爸爸讲：“妈妈家里是爱你好，现家现用安哈，现会样用。”所以这个是笑话啦，但是哈、哦，这个囡仔那真巧，还搁在随饿随会样用安尼哈。今嘛注意，师长还是讲父母对咱哈，那是讲有一个合理的教育。应该咱唔当对爸母、对师长有一个怨念，安尼袂使只。啊，唔当讲讲啊，就要离开，因为一定爱家己反省看卖啊。合该是安尼。如果是经教方面有讲到，拄啊有下到咱的基因，的这种显现的问题吼，咱真正无改良袂使只，因为若无人甲咱讲，咱到底对啊唔对，咱唔知影，吼。因人是糊里糊涂的人生啊，所以有真济代志吼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啊，你今仔日若是唔对，一味唔对嘞。第一，算你家己；第二，算你的家庭。那是徛在执政位的问题，执政位，那么你一味唔对嘞，事实讲对国家是一人真不幸的这个事。不过我看海人有哪无通叫人讲。哦，今仔日国家处在乱世时阵有内忧，比如讲，今仔日咱国家国民的道德也无好，顶官的道德也无好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但是道德无好，引起治安，治安无好，所以一挂生理人都外出，所以经济陷落，应该应该你看会出，唔是看袂出。所以咱今仔国家的经济真无好，这是实在代志。一挂生意人拢对大陆啦，对外国去，吼、哦，但是应该在执政者应该要有智慧解决这个。可第二呢，因为大陆加咱两岸问题，今仔日的四号电，伊讲伊无要放弃武力，但是可能也袂攻击台湾，可是对咱有一个真大威胁伫咧。但是今仔日既然有这问题，应该合家在执政者加在立委。才要想出一套办法来解决较对安尼，不过因唔知有计关心者无，哦，所以陈水扁政府就讲到尾会大家同齐死，那甲个美国在继续安尼武力同齐死，啊，这实在是国家不幸，哈、哦，百姓不幸，这武力哈，落叶知秋，可能安尼后壁面的这种。现象可能无解好，当前的问题无要想办法解决，所以伫迄、那个立法院内底所讲的即话吼，拢讲过遐照上，讲过遐照上，你知影吼？其实呢，对即个国家的政策，吼，啊，甲人民的即个福祉啊，拢总无啥关系着，爱了解一下，无关系，真正一点仔都无关系。所以真正大家拢意气用事啊！哦，那么这个是众生的这个共业的基因所形成的，那无袂安尼。哦，所以来注意看这个基因的问题出现出来，除了善恶两种的言行，就是伫这个善根不善根所现出来的这个言语，哦，应对得体无得体。行动得体不得体，拢从伫即个善根不善根的问题。
所以有迄个心，就迄个言行，就应该知影即个基因显出来。所以咱人的神经内底，伫微小卡内底有先十亿，你有看有无？啊，无看有哈？啊，有即个不善的根本烦恼六，随烦恼二十，迄拢总不善根，是毋是？你若有看就知影，迄拢总是心哦。所以迄个就是五十一个心所内底两个重点。吼、哦，我讲安尼应该注意知影。那么再来，咱人的即个基因，就是哪样政治因有会显化改，显化改就显实化改。所以这个内底会显咱人的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吼、哦，修罗、人间、天上。那么这个就是业色政治因所变来六道，对吼、哦？是不是？现在来，咱也是净土，基因净土业性，你着个人现你的罗汉果，现你的辟支佛果，这个就是无基因，着现这物件出来。那么你来，搁再来加大慈悲心，符合着迄个头前的空性平等因，你着现菩萨甲现佛道。哦，迄、那个万法唯心，就是有那个讲在。所以你今仔日直直净土，啊，搁发大心了，你到迄个自由的心，特别一比迄个基因的变化，要度众生。直直你唔做，你嘛未堪折咯，你绝对会真努力去做。要讲叫你卖做，无可能。安怎样？所以，所以我咧讲，你就想讲，我有法度变现迄个大慈悲心出来了。真正来为众生努力，因为你今仔日这个基因，你若无改良，将这业色变化和清净，搁再现出种大慈悲心，而这个个空性的平等因出来吼，要叫你来做为众生努力的工作，你做不出来。但是你若做不出来，你要成就菩萨摩诃萨的佛尊，无可能。我就讲，我要努力，亲像佛陀看会当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未？哦，我嘛是安尼想啦。啊，卡会再去考虑家己。不过讲一个实在，无休息有哪袂使啊？无休息，因为休息是要行较远的路嘛吼。啊，所以即马就半讲半保养安尼，啊药啊食有够济啊。啊嘛惊食食个药性的中毒。你知影，迄药吼，药不能有几分其他副作用，副作用就另外一种的中毒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即马巴多做药毒，做这个代志哈。不过这个是安尼啦，较早的人就安尼有无？不过即马吼，若要甲讲算法，下一个出家师吼是可能要讲我，要比我讲较济话人，可能无第二个。啊，当然都有一个伤害。啊，绝对袂当因为伤害你就无要说法啦。哦，这是安尼，所以我即马讲一个哈，一切会甲咱变现化解。你若是无要修，你要阁做地狱因，我甲你讲，你会走对地狱来。你若是要阁诡计多端的话啦吼，你绝对会阁在落在轨道。你若阁五痴五行五数，刚愎自用。你绝对一个在落畜生道安，因为各人做各人报嘛吼，各人因各人果嘛。你若是讲有一个五常五德五戒，而这个水准因，你后出是绝对做真好的人。啊，你若佫无戒正常，你着佫较无好的人，佫较落败，你着唯有叫在对三毒五苦入面。你若是修行中，佮带着亲贤，迄、那个因素佮带着亲贤，你绝对对阿修罗得劲。吼、哦，你若是伫即个人道水准佮较悬，你会对天上去哩，这必定的嘛。你若是佮加修定业的主体因，你绝对对欲界、色界去哩，吼、哦，对色界佮无色界去哩。因为你安怎修，因基因内底都迄个正，迄、那个正就现果报。对迄个环境去哩安尼，你若会当净土，才有老的因拢净土，
按照八正道来去修，达到将来灭度，这个就是阿罗汉果。你若修十二缘起法，修三十七道品，你必定辟支分，这必然的嘛。你若搁再发大心行菩萨道，你必定有现三现菩萨位，升起到十地位。菩萨摩诃萨，甲八日来成就佛道。所以这个基因现十法界。安尼看你家己要怎选择，你阿官咧讲，你着听有啊。家己在选择，歹的当然咱无爱，但是歹的无爱，唔是讲无爱，你着会当进，你一定要好好家己去改良。你若无改良吼，我他妈讲，将来才讲见，甲今仔日干阿即个话吼，唔知我讲五年，讲叫恁卖讲话，讲五年，恁改良袂起来。安尼要算啥呢？听好无？我一味强调讲，道场毋是市场啊，毋通有喧哗诶音声，来改良袂起来，毋是遮尔，别里有哪有？不过代表改良，比遮较标准，高雄有哪比遮较标准小块？哦，因为一个修道诶人文质彬彬嘛吼，看场面讲话嘛，即、这个场面袂使讲话，咱就卖讲。改良好势，应对进退有节。哦，记好哈，爱有一个节，节的讲有一个水准。哦，即马来基因变现信用，啊，那基因变现信用，比如讲你过去说，你含迄个基督有相关，你今仔日有哪会信基督？会记住咯，你过去含道家有相关。你有哪会信道家的代志？你过去信神，无信佛，啊！你人善良善良，即个搁再来出去做人，你有哪个破布拉卡？我破亚布拉卡啦！啊！但我咧讲哦，亚布拉卡是布拉含地主受害哦。唔过要甲你讲，你搁听袂落？迄叫做牵连信仰。你过去那是信邪书。有这个邪术的基因，你今生今世要叫你听正道，你听不来。哈、哦，所以即马信神的人要叫来信佛哦，会惊。伊讲管信神就好啊，但我你讲信神甲众生吼，真正对众生无益，受害。你害神明，啊神明害你，你敢要相信？可能你无相信。我即马讲。你用三仙五仙甲拜神，注意神因为神因为神，互众生甲伊作业，所以这个神报较紧对了。所以你今仔日抬三仙拜神是个害神，用酒敬神是个害神，无道理信仰就这样。但是除了你害神以外，你家己本身去做杀业。因为神来做杀业，所以神害你安尼。安尼恁听过？爱听会落哦。因为动物一条命，注意佛陀讲：天下女人皆五庙，天下男人皆五福，六道众生皆五六亲观想。所以讲，绝对袂使食众生肉，袂使残害众生。佛陀讲的话，伊有一个真好，而且因果理论予咱，叫咱唔通安尼做。但是神甲你讲啥？神有甲咱教啥？位置菜伫遐，伊甲你教啥？伊也无啥物经典通好甲你教。我你讲吼，拢袂准，拢人家假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人家假，恁相信？北港朝天宫一个出家师，穿做去啊，跋一杯，伊要甲拜迄个，要比迄个个大家朝天宫较早过大了米酒，讲要等于因后家吼，啊才跋了一杯，啊啥物人因杯小鬼啊计变的，啊那是真正神哦，我甲你讲，伊应该提早会知影，即回起袂成，那甲你因杯。安尼有神啊，无神。所以我讲，
再反复愚民就对了，愚民。啊，啊，那个出家讲清楚，那个是大坏蛋，去诈骗那个干嘛嘛？哈，对不对？大笨蛋的对了，今天大笨蛋，笨蛋个加上几个大笨蛋，嗯。那有出家人去你神的面前去跋杯，啊，所以这卖中卖了哈，卖中卖，卖个再卖，卖中的卖，来跟学佛的人，会记着你的信仰对对来，你的内底为什么你今仔日买信仰佛法，买听大乘教？你若无过去相当的因缘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伫遮坐袂掉。较早三百几个，即马剩两百，唔来去袂。我看开心无？无哈，不过无真幸运。啊，我会当，予台南地区遮个人来遮听大乘，应该差不多较接啦吼，较接近。我嘛真幸运啦，恁嘛真幸运，我无骗你，因为坐无几个，吼。即个就从你过去是一个真实的佛弟子的信仰。今生今世来到这个人间，就搁在浮现，浮现迄个精气出来信仰大乘，所以这个主因的基因变现主义，今生今世来台南讲堂共住一堂，闻大乘经幻，所以咱人的基因变现信仰安尼，安尼敢听有？哦，这是拢由心出来哦。所以下面有一句办法，为什么就是今仔日甲咱做补充者？不过现时咱的基因事实讲，还未达到十足的正常。有时阵该做袂晓做，吼、哦、啊不该做的嘛，搁会做着；该讲的还搁袂晓讲，但是无该讲的嘛，搁会讲着安尼，就是基因还未改良好势，听无？你若是今仔日基因改良好些，智慧绝对比我较悠远。我嘛基因改良还袂好些，不过可能有比智慧较好一点点啊。加偌济，加一张纸尔啦，无加无偌济。啊，一定有加一点点啊好安尼。但注意你一定爱改良，咱大家共同改良，改良到咱内底一切基因精子拢总精读。甚至呢，搁再献到迄个大慈悲心来广度一切众生。哦，安尼开当成就含菩萨摩诃萨共水准。那既然有这个水准，咱以空性的平等因进修，甲未来成就佛道，安尼较正当。啊，所以毋通迟钝，当下即是该改就爱改，该净土就爱净土。哦，安那无的话吼，所以讲伊个会唔对。真正哦，真正会唔对。那么会唔对的主体原因，就是海根本烦恼那，一个人啊，小随烦恼二杂，中随烦恼二，啊，大随烦恼八。恁来看，八十几支上海物件来看看，海道理来看看，要改就是要改海，唔是干那贪嗔痴了，注意。骄啦、慢啦、疑啦、恶见啦，这拢爱改。真若无改，真正袂使。你要做人的水准就没有啊！哦，所以由这段自性起用，这个万法唯心立足性化，哦，无改定为这个所在。所以咱人一切的病苦因、前世因拢总相关。哦，所以有一个业因啦、啊。啊，甲这个病因的业因，啊，甲有一个苦种业种，这两种是基因变现的东西，人生安尼，要注意这点嘛。所以咱人是以道德为准，那无呢，基因拢总歹，要记咧哈。那是无以道德为准吼，所做一切业，就是歹基因啊。歹基因就迄个歹基因的物件来含你斗阵，这个叫做同类相应。啊！那你的基因是好，你的囝到迄个好基因来含你做事，含你斗阵。这个另外一句话叫做“同气相求，同类相应”。所以不善因的人，大多数会迄个歹基因来含你斗阵做家庭；善因的人，
先基因的人，差不多多数是迄个先生自来含咪斗阵家庭，吼、哦。但是会记住咯，遗传因唔是绝对，听好无？部分是有下，有下就看迄个业色含即个爸母有下，安尼开来，那无下就未来。还注意点嘛，所以迄、那个个人，即、這个林开信讲的基因吼、哦。应该爱分类，咱从基因分类。譬如讲烦恼有六烦，六个根本烦恼无同。有个人贪，有个人嗔，有个人愚痴，有个人骄慢，有个人疑，有个人恶见。所以这个基因爱分类，安听好无？先嘛爱分类啊，先有十一种个啊，信三宝。啊，你信三宝信到偌济？有个人真信甲修甲真好，有个人是表面的。安尼就是善，无标准，所以善有哪爱分类，所以分类咧到底，伫微细下下叫做善十一。你人讲善外善，是有老善，还是表面善，还是至极的菩萨善？所以这个善有分类。所以基因照讲，有哪分什么型的？哈、哦，伊讲囡仔的基因含单晶晶小像。这个是我不同意，这个我不同意哈。不过因医学的讲是遗传因，遗传因的，伊这个囡仔是病因，啊，单晶晶的因是迄个强迫因，哦，安尼无同。所以我正甲注意讲者，学法的人，有时阵你看到世间的演化，啊，甲看新闻的报道，哦，你就知讲这个问题出伫对几只，啊。改良，我讲个补充，改良不是以科学的观点来改良，因为进前过一段，讲迄个基因改良，改良甲人会当食甲青枝花，恁有看这个报道无？有哈，但是这是以科学的观点，不过这无可能。安怎无可能？因为即卖寿命道德，寿命和道德有相关，道德愈败坏，寿命愈短，所以这无可能的代志。听无，唔是讲你对基因甲提什么物件开，那么迄个短命的基因摕开，你就变长命，这无可能。搁再一点复制，复制羊，复制牛，复制猪啊，即嘛复制问题。伊讲要复制克林顿，不可能，因为克林顿的基因未当搁有第二个出来。四代合合会当，面上会当，但是迄个基因业色未当。因为克林顿有无师及以来，诶，无师无名，根本无名，甲有业绩也无名。那么这个是重大一业色。重大一业色中呢，伊今仔日用医学的观点要来甲辅助，还是科学的观点要来复制一个克林顿，但是外形会相像。不过可能迄个第三者的业色无同，因为克林顿的业色未当阁分化。未当阁分到第二个出来，所以复制克林顿的未当像真个克林顿遐搞，克林顿真正搞，因为因在美国计较批评，伊即马阁选有奈调，毋过伊两人做了袂使选择，所以这点是因的想法啦吼。啊，咱用这微小块来讲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万法唯心，就是克林顿有一个基本的迄个个空性平等因，毋过这个伊显露不出来。克林顿有这个业性，的正基因，这个已经是一生的命运，甲有业业性正基因，浮现到伊生活动态，吼、哦，安尼应该大家了解。所以咱有空性的这个个平等因，所以咱的生活，啊，咱就是有这个业性的正基因，所以咱的乱七八糟，也有善也不善的心，啊，有好因果，有歹因果，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阴暗，简单讲这段。补充啦哈，因为这段资料哈，所以我伫罗连准写一挂，简单写一挂资料起来，啊、哦，写一挂资料伫罗连下来写，写去到底写到百二个多写了，我下来想下来写，对对写去对大珠山，一日出门写去，差不多写两三点钟，下来想下来伫，我嘛加写孔子，因囝叫做李，啊，这李是孝义爸比。
啊，一个圣人开始生迄个囝小姨麻痹，安尼含基因无相关，听无？但是毋过你因囝祖孙咧，祖孙佮含因阿公阿佮有相关，听话恁知影无？祖孙主是四配，四配是包括命主、祖孙主、精主佮颜渊嘛。那么四配就讲伊个德配天地。德会当配天地，但是孔夫子的德会当配天地，这是无唔对。可是祖师祖无伊遐强，吼、哦！但是祖师祖一个第二个温度的阿行明主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若要甲讲微传音吼，是说变过一些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理，伊是无真有孔夫子，不过理是一个真朴实的囡仔，安尼俩，真实在囡仔。啊、哦！啊，不过伊都无控制这个电，控制食了，啊，搁在非常有一个魄力，六十几岁了，啊，搁个周游来讲，你甲看，这是有相当的魄力哦，迄、那个能量哦，发放得很积极，咱人的身躯迄个功能哦，如来众生的功能，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咱的能量嘛，伊发现到极端出六十几岁开始周游来讲，为着世道成就世道。一个就来讲，安尼就是能量发放，迄、那个就自信、自性的这个个平等性，以忧国忧民，所以就开始去就来讲。但是主师主就是如果那是基因有相关，主伊煞过一代较过老来。但是主师主也本体因嘛，看来配合着这个自性来回做孙安尼。哦，这个基因跳一格。但是不一定是基因符合，就是迄个同类相同，同类相投，同类相应，哦，安尼注意哦。所以重要是咱个人的这个前途业绩，这点是较重点哈。你若是无前途业绩，你将来要找一个圣人出世无可能，因为未相应。你有哪去找迄个啥？找迄、那个？你若是讲搁在三木业搁做吼，你搁找出来爸母吼，可能也是相同类。迄款无啥正常诶，所以我计讲王八吼会生王八，诶、欸、乌龟会生王八蛋吼。我甲你讲，有那是同类相应的，安听无？乌鸦未变红红啦，安尼了解？乌鸦是伊个品种，红红个品种无同，乌鸦绝对未变红红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啊！所以你若是讲将来你本身要达到有一个相当，而且个境界，你好好。改良你的业识，听好无？改良你的业识，对净土你的业识，还派生至净土起来，安尼较有可能达到将来，立身处世，大行菩萨行安尼，安尼较有可能。哦，啊，这个嘛是由教育起的啦哈。那么下面这句，因为头前哈，这句过来补充谈多些话哈。头前唔得，这句讲。迄、那个头前伊讲，是真界定非法，天我机缘。啊，即嘛下面则就是迄、那个慧能大师的意见，用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痴自性非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。啊、哦，心起心来本三昧安尼。安尼，啊，即嘛咱先甲解第一句。解第一句哈，心地无非，这非就是错误意思，非就是错误，也就是染着。人讲是是非非嘛哈，是就是正确，非就是无正确。啊，但是心地呐，卖有错误，就是你的自性改。啊，那是有个改的人，伊就心地无非。啊，你呐无个改的人，我跟你讲。你是是非非一大堆，亲像头前计讲错误颠倒，错误颠倒一大堆，对的啊唔知，唔对也唔知，啊就做真侪业，啊看来不时去受苦，吼、哦。但是伊即内底，即句话就计讲戒慧定嘛吼，即、哦、三句慧，啊甲金刚甲三昧，吼、哦。那么伊即内底有干呐因乐因的心地环境特别。
三界之中以心为主安尼。这个三界吼，是计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但是欲界到地下，包括地甲恶鬼、畜生、人间修罗、甲六欲天安尼。哦，这个就是个起三界、欲界，起色界就是讲初禅、二乘、三禅、四禅。哦，啊那无色界就是四空天安。那么这个三界之中，一切正报甲依报，拢是以心为主。今仔日你要落地甲。还是去轨道拢家己做出来。啊，你若要上天堂，也是你家己做的。伫这个经典内底有一段记载，有一个沙门吼，伊拢修不净观。啊，修不净观，伊淡在淡蒙阿波困，要感触到迄个死人的这种情形，记记在心安尼。有一日，伊去到蒙阿波，忽然间看到一个鬼啊，挖一具尸体出来，直直甲叠安尼。在那里讲，讲得很厉害。那么这个沙门就问这个鬼啊，这个尸体和你什么冤仇，你才会跟他讲。他说因为这个尸体害我堕落轨道，我就是这个尸体的主人。今天我就为了这个尸体来做一切业，今天我变成鬼去受苦。那么这个沙门，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，说你不能讲这个身躯，你就要讲你自己的心。放自己的心，听到没有？万法唯心嘛，因为你今天的作业就是你的心去恶动，会贪嗔痴，靠有这个杀盗淫恶口机器妄言妄想，你今天不可以对了啊！你哪会讲这尸体？这个尸体是你的附属品啊！要作业不作业是你的心啊！我看你听到没有？所以万法唯心，你要对心来整理哦，对迄、那个。现在现在说这个心在说内业的主体因，内业的政治因，因为我们内地如果有东西，你就变东变西，想东想西，妄想心。所以今天他们如果有，你就建立个人的幸福，建立别人的不幸，为了个人的幸福，建立别人的不幸。如果就对家庭啊、东西啊啦、夫妻啦，这样斗争，兄弟啊斗争，和父母斗争，那就自私心偏执就变这样。啊，到尾就落轨道了嘛，所以这个就贪心出来。哦，但真心有贪心，要有嗔心，安了解无？你甲看，一个囡仔十六七岁的查囡，安尼甲用死，迄个心是非常恶动的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有迄个心，伊表现出来，但是咱有心无？咱若迄个心有表现无表现，咱呢？但是咱不可能无只恶结。但是因为贪心造成消业，应该有哪有？家己在行为上注意一下，唔能把这个受对了受苦，家己完全拢为着这个身躯害死的，心害死的，听好无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讲，当暗了，搁再看到一个天人发光，发光来准伫个网啊里向迄个网啊拜安尼。那么这个沙门就问讲。你先啊，去甲拜迄个王啊！迄个王啊，是恁什么人？内底迄身啊，用迄个王啊，就是内底就是我的真身啊！因为伊家做真济功德，予我去天上恁，所以我来甲拜安尼。伊讲恁着拜你的心，听无？你来拜心，毋通拜尸体，因为尸体要对你做，有哪着你的心愿意做？你的心若毋愿意做，脚手也顶人袂来。我的心若毋愿意做吼。咱就无结这个缘，就是心结想台南建设一个道场，来含在有缘的人做伙，迄是心，安听无？唔是这个心哦，但是这个心是配合的附属品之一呢。所以迄个天人想想得对啊，注意调心下，改良这个心。这个黑暗、贪嗔痴、骄疑、慢、恶见，这六种根本烦恼心，如何净？听无？在有的方面，你一定要将就善；但是在有老善中间，你不住不接，安尼就出世无了。一定要调理心。啊，会记着呐？所以现在在讲以心为主嘛。
看无。啊，阮因主恁都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因主都知影。上天堂也是心，所以佮讲三点如形象，梵高如月下，鼻毛将处得，作佛了有他吗？好、哦，伊是心入无下呢，啊、哦。所以你唔通别样调心哦，梦想心起就对了，净化心地必定解脱安尼。哦，这点来注重一下哈，唔能够糊里糊涂过日啦，唔通安尼。恁是我的好姊妹啊，我意味就是甲恁中过安尼，唔是对恁安尼尔。所有的人含我见面，有去听我说了，我拢甲中过安尼，唔通够唔对，唔对受苦也是家己。哦。嫉妒贪嗔痴啦哈，嫉妒贪嗔痴，掉心啦、啊！啊那现人掉心是不掉，掉心不掉心咯、啊。啊那古人是掉心不掉心，像我撇撇海角啊，乱水水，哈、哦，安尼较来养，啊这个仙姑训练花呢，花吧一大堆，才一撮才一撮，啊较来表演来，啊，那叫做什么秀啊？猛男秀，哦，实在看得有够乱。嘿，唔知要什么路用，我都看无。哦，啊，你讲遐五叶鸟人，啊，就安尼西装穿甲水水，啊，甲来趁迄落食。迄根啊，根本就不知厝啦，唔知干啥。好好一个查甫人，正当的事业唔去做，甲来变变，有空无顺的，啊。我看你听无？迄会死啦哈，要死是唔免惊无贵人做哈。来，众生的心，这句众生心是在讲啥？知如来藏，听无？这句众生心是知如来藏，众生之心犹如大地哈，是个指这个。这个，这个就是创造法界的主体功能。所以我有甲恁讲过，譬如讲精气。伊本身有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要发展，你甲放个土里无作用。一粒豆啊，你啊放个土内底，搁放十担二十担都放去。但你粒豆啊，若是甲放落去大地，大地有一个生长功能，伊即款就布芽。啊，布芽就即爿伫大丛到尾啊开花个结果。吼、哦，咱人个地百姓，而且个业识经济有主体。会因果对待功能，有迄个因就现果报，但是迄个果报主体一定爱去爱靠这个。所以咱人个乃亚识内底都有这个，安尼听过啊嘛吼，拢知影，就是受业识个蒙蔽，乃亚识受业识个蒙蔽，所以这个主体佮叫做阿乃亚识，所以这个得个清醒。吼、哦，所以即卖下面即句话。这股心就是讲这个哈，啊，这个就是讲性，所以这个为先较讲办法为性，那么另外一种内底较讲办法为心，这拢总对。所以恁来净土哈，你若无净土吼，还业性吼，把这恁拢会互咱受一切苦啊。所以讲众生之心，犹如大地，五国甲五国哈，将大地生安尼。哦、但是我讲我个从大地生咧，就是你有迄个精气开始生，无迄个精气未生。比如讲你今仔日吼，大地一片，你若要甲掂迄个切啊，还是掂刀啊？比如讲掂绿刀、红刀、灰刀、面刀，吼、哦，安尼你甲培养，安尼自然即个大地的功能就互你成长。但是大地会当互你布个哦，你一定爱去甲助缘。按照造缘呢，一定要有阳光、有水分、有肥料。哦，这个叫做造缘。安尼，这个物件才会生了真好势。要注意哈。那么，伊讲按如是啦，心法生世出世善恶五处有相，无相独觉菩萨以及如来。心地观经讲的哈，讲心如是心法啦哈，如是心法，这个是个指。心的体兼用安尼，哦，体兼用，伊家己出生
世间的六道，这里写的讲世间六凡，就讲地界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间、天上安尼六道。所以咱把这个要变做啥物，拢你的心哈，拢你的心变出来，一个字咯，变环境，变你的个体薄安尼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各种的苦薄。好、哦，唔是一种咧，我再佮讲一个哈，众生的这个主体因素哈，因、哦、有牵连到咱人的六根，啊六根贪着六尘，啊开来作业，所以我正甲注意讲一个，如果你杀业真重，变出来肝脏绝对有病，就是杀业为主因，肝病为果报，记咧哈。这是五德败害，五德败害五种。你若是不义，要共欺骗奸诈，借钱无要还，倒回啊有诶无遮问题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绝对会欺骗，爱注意哦。搁再讲着杀业，你若多济，马月你绝对毋通太加招，还性命主体因拢互囡仔受苦，多病甲短命。爱注意这点哈，今仔有一个宝宝来哈，我先煞甲伊爸母讲一下，骂过未？啊？啊？哦对，骂过多者绝对唔通讲，啊去庆祝，啊今仔去做生日，就安家食，带去食麦当劳，啊就牛排、猪排安尼食，即嘛会风气拢安尼啊，迄、那个夹布拢爱互囡仔担，爸母牛齿袂用做，迄夹布拢互囡仔担。是大人做生日，加加祝寿，绝对唔通太加招。是大人点到早死，啊，爱注意下。即马来，咱今仔日若是讲话无信心，迄上着东，上着中央无寄托，我你讲你绝对将来胃胃会病真严重。迄就是因变果。你若是肥咧，必定心脏病。所以即马先天性心脏病囡仔。有百几万，全省有百几万的这先天性心脏病菌啊，迄就是过去是肥类，肥类就是啥，恁应该知影是，哈、哦。我讲五行生五脏，啊，都爱配五德哦，因为因兼果拢有相关，所以这世间有得病的原因就是伫遮哈。六根对胎六根生业。譬如讲，眼睛对色阵，把只你的病所伫目睭前面；耳根听到音声来作业，你耳啊所伫无健康。哈，听无？迄种先拢唔知，即因果做了，到尾拢家己受报哈。后来，即是世间的即个各种苦。那么出世包括迄个个罗汉、辟支、菩萨、佛陀，即是拢总是心做出来哈。善也是心，恶也是心，五处拢总是心。五处就讲地界恶鬼、畜生、人间、天上，这个叫做五处，无讲修着，无讲着修了哈。拢总是心，有学注意，地前迄、那个顶角的以前，拢总叫做大乘的有学位。所以我咧讲吼，顶角位的以前三贤十圣。拢总是有学，那么这是无学，佛陀就是无学。那么小乘的有学，就是迄个个四个的中间，初个、二个、三个，这个拢总叫做有学。你初个爱个七龙来，哦，啊二个一龙来，三个较不来，所以这两种有学。但是阿罗汉叫做无学，安尼。那么这个叫做声闻，啊，那么缘觉。哈、哦，因格格独讲吼，因格就是按照佛陀十二因缘法来去修的，是咧叫做因格。但是独讲就讲无佛住世，观世境，一无上道便而去修，那么这个卡叫做独讲安尼。吼、哦，会记得较早有一个国王看到这个花园内底，拄啊头啊游赏过了后，安尼水水。一个搁在油箱倒转来，你看到一阵风已经甲吹甲烂去啊，所以甲讲一切法界因缘所生法，
是无常，所以尊重国王为放互因囝准去自修，这个就叫做独觉，安尼听有吼？啊，咱若是讲观世境多变无常，咱要修行，这个就是事实讲，咱嘛是较有智慧。啊，若看到世境的变化，啊，你搁再戆戆一箍，也未啥，也无啥反应，我咧讲，你就是无耻真重。好、哦，有个人，你我咧讲哦，迄个个南投吼，即回大灾下吼，害人受灾苦的人，还无啥个反省，你知无？迄时是有哪无法度啦，未日不饿啦。迄大灾劫安尼，因嘛无啥个反省，讲到底今仔咱为啥别个地区无安，咱才会安尼？因无啥感觉着。所以有一种人已经犯罪，犯罪搁再犯，犯罪搁再犯，伊嘛无感觉。哦，所以囡仔有安尼啦，老爸老母较骂较戆都无感觉啦。啊，有诶吼，小我家教育一下，你做人安怎做较对，伊随觉醒。哦，安听无？啊，有诶副地主，人讲当头一帮就教就开悟，啊，有诶讲一百个讲香板，定定去讲嘛是无开悟。啊，我讲听有无？你实在是戆到毋知跌跌都对啦，安听无？有无？有甲讲香板的，恁知无？甲点嘛是定在个点。哦，来，那么这个菩萨，哦，啊甲如来哦，所以现在这个讲，世甲出世就是六凡四圣善恶安尼，拢总对对来，拢总是由心，就是头前这个无非自性界这个心地，所以用心地观境来去讲，安了解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菩萨。就是净土业识，达到最高究竟圆满，叫做佛道安尼。哦，因地修大乘菩萨道，啊，那么高地就是佛尊安尼。啊，唔过你要成佛尊，一定爱菩萨道哈。你独善其身袂当成佛，你一定爱兼善天下，度无量众生，爱忧国忧民忧众生，一定爱安尼。哈、哦，所以依处因缘哈，就是。如是心法，生世出世善恶五处，有学无学，独觉菩萨以及如来，哈、哦！啊，你爱助缘哦，扶正将缘起哦，有这个会去一个呗。你要成就成佛的正，一定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度众生。第一，诸多爱学而不倦；第二，度他。爱教而不倦，学而不念，而教不倦，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有精进心，所以才来成就未来福果，所以这个叫做生命为地，弥勒尊号。